台电北区施工处以林口顶湖345kV 电缆线路41至43号、56至顶湖 ES 电缆终端土建及附属机电统包工程，获得第16届公共工程金质奖土木类优等。因应林口电厂机组扩建工程所需，而新设林口至顶湖输电线路，在工程创新、挑战性及周延性上都备受肯定。这个工程施作过程中，有一些工程技术上的特殊点，在工程设计的时候，我们导入了建筑资讯建模，就是 BIM， 上方有顶湖国光的输电线路，下方有台湾高铁通过，所以这工程设计上是从中间点做一个浅盾，顶湖是一个运转中的变电所。那我们为了因应绕过运转中的设备，也做了推广工程。这个奖在于同仁对工程的安全跟品质一步一步的用心，一点一滴的坚持，所能够得到这个奖的殊荣。其实这个工程有一些我们新的一些同仁带入一些新的思维，那同时在这个品质的管理、公安的一个管制，那这样一个状况之下，人都能够取得这样一个成绩，其实代表的说我们在传承这一部分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成果出现的。那我们这些新生代也希望说能借由一个领班他们好的一个经验传承，那也带进我们新生代一些创新的一些想法，能让我们的工程的建造越来越顺利。林口顶湖工程的主办与建造皆由北区施工处自行负责，除了金质奖之外，也获得经济部优质奖以及职安署金安奖的肯定，再再显示单位同仁与团队的努力及用心。台电公司综合报道。